这里是仙城北郊的一片荒地。2000多年前，就是在这片荒地上，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历史大戏。在我身后这片土地就是汉朝长安城的遗址。长安，长安，顾名思义就是长治久安呐。那面对如此宏伟的都城，如此广袤的领土，怎样治理才能真的长治久安呢？我的问题也是2000多年前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思考的问题。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登基，可朝堂之上那些曾经追随他打天下的战友却当庭争功，乱作一团。愤怒的刘邦不禁感叹，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呐。这时候儒生叔孙通主动献策，他根据传统的礼乐制度制定了一套朝堂礼仪来整顿朝纲。制度启用后，整个朝堂秩序井然，威仪庄严。刘邦这才意识到制度对于安邦定国的重要性。这条汉城湖就是当年汉朝的护城河，泛舟其上让我不禁想起了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朝堂上的闹剧让刘邦真正理解了守四方的难处。一个国家如果真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全面而完善的法度和秩序。很快，在刘邦的亲自主持下，各项制度开始建立健全，长安从此真正走上了长治久安之路。同一时期，西方的古罗马也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我身后这片就是古罗马广场，当年罗马人就是以这儿为中心建立了强盛的罗马帝国。然而帝国的建立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公元前444年，罗马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案，他们的终身独裁官凯撒被元老院成员集体谋杀。在雕塑林立的罗马城里，我终于找到了他。这尊雕像就是被谋杀的凯撒。元老们为什么要杀他呢？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政权被元老院的贵族把持，他们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内战四起，一片混乱。此时当选为执政官的凯撒决定扭转这种局面，他实行改革，统一政令，提高平民地位，分化贵族集团。但是这场改革触犯了贵族利益，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444年，在元老院的会场，凯撒被元老院成员合伙刺杀。凯撒虽然被刺杀了，但是他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却早已深入民心。最终凯撒的养子屋大维继承了他的遗愿，彻底打破旧制，推行新政，强盛的古罗马帝国就此诞生。刘邦与凯撒这两位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君王，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两大文明在建立健全国家制度上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也正是在完善各项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两大帝国逐步崛起。我是蒙曼，我将穿越于东西之间，探寻从长安到罗马的大国崛起之道。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它有翅啊，而且它的耳朵特别的大，但是最突出的特征是长了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很多人误以为它是西方的独角兽。在咱们中国的文化系统里，它不叫独角兽，它叫械豸，它是司法的象征。械豸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法律的象征呢？传说械豸有一种超能力，只要见到作奸犯科的人，他就一脚顶倒，把他吃进肚子里。所以古代中国执法官员的官服上都有械豸的形象，故宫房檐上趴着的第九只小怪兽也是他。械豸跟龙一样，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神兽。在罗马台伯河边的这栋建筑就是意大利最高法院，这座雕像就是罗马法的象征，正义女神。罗马法在历史上地位可是不一般，所有的大陆法系都是以它为鼻祖。其实英美法系跟它的渊源也特别深，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民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罗马法。这次来罗马，我要探究一个话题，就是在1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这两座国际化大都市是用怎样的司法体系来保障它的自由和开放呢？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如果在古罗马碰到法律纠纷，又该怎么办呢？盖尤斯被称为罗马法的缔造者，他能给我答案吗？ Legge e libertà，Imperio e libertà non sono due cose opposte, ma si sintetizzano nella espressione del diritto romano. 盖尤斯留下了很多法律著作，我应该到图书馆去看看。盖尤斯的著作将我们带到了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当时帝国正在迅速扩张，商贸往来频繁。外国人在罗马城内触犯法律的事情越来越常见，为此古罗马专门设立了一个外事大法官的职位，负责解决涉及外国人的法律纠纷。当时在这方面还没有成文法，外事大法官就参照罗马法，再综合其他国家的法律平衡做出裁决。此后这些办案经验经过法学家的整理，形成万民法，这就是今天国际法的雏形。在东方，大唐帝国也是万邦来朝。我们大唐是如何处理涉外法律纠纷的呢？哎呀，张团长，您好，您好。我们的宝贝在这儿，哎。呵，果然是宝贝，谢谢，谢谢。在西北政法大学，我看到了这本珍贵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是长孙无忌编撰的，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惊喜就在这里。他对于这个外国人的话，在这个《唐律》当中，他分的是关于化内人和化外人的问题，对对对，是吧？在大唐，化外人指的就是外国人。法律上规定得很清楚，外国人犯罪，如果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就交由他们的藩使馆按照当事人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如果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犯罪，那就要按照大唐的法律来处理。比方说两个都是波斯人，波斯人打波斯人，按波斯法律来对待。对，而波斯人要真打罗马人，在中国犯事了，以中国法律来论断。对对。《唐律疏议》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处理涉外案件的智慧，它让人们懂得
不仅要敬畏自己国家的法律，还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法律。这种约束对维护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开放依靠秩序，自由来自约束。有人说，古罗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创造了罗马法，直到今天，他还影响着世界秩序。大唐律也跨越国界，展现着中国以德服人的胸怀。在我看来，这两种法律的背后是同一种文化精神，那就是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襟。这条石板路是罗马最有名的帝国大道，这里最醒目的标志就是这些矗立在道路两旁各个时期的罗马帝王雕像。这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屋大维，其实这手势本身呢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来听我说。我发现屋大维身上穿的这种贴身铠甲好像是古罗马帝王的标配，因为这条路上每位罗马皇帝都是这般装束。我们中国人更喜欢把皇帝塑造成峨冠博带、垂拱而治的样子，不过很显然，罗马人更希望他们的皇帝是一个身披战袍的英勇战士。我很好奇，为什么罗马的皇帝个个都是一身武将的戎装呢？其实我还发现，不只是罗马皇帝，在罗马城中大多数雕塑都向我们展示着古罗马浓重的尚武精神。在罗马国家博物馆，我看到了这尊著名的古罗马时期的石棺，这上面极其精美的战争浮雕把我吸引住了。你看罗马的雕塑也好，绘画也好，表现战争主题的特别多，这是一个多宏大的战争场面呢、你看这吹号角的，这个是锁子甲，你看这锁子甲多鲜明啊。这个石棺距今已经将近2000年了，浮雕描绘的是公元3世纪罗马人征服多瑙河下游凯尔特人的战争场景。你看这士兵立了战功啊，抓住了一个蛮族啊，你看他把这个蛮族这个喉咙死死地扼住了，这个俘虏就无所遁逃了。你想能够立这样的战功，那下次他可能也就能够升一级成百夫长了。而且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凡是罗马的这个士兵都是年轻英俊强壮，你看这个俘虏就不一样了，俘虏首先都在下面，而且都是仰视着这个罗马的士兵，他宣扬的是古罗马的英雄主义。这件文物以最鲜活的方式告诉我们，古罗马人就是一个尚武的战斗民族，骁勇善战的武将才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和偶像。而古罗马的皇帝也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重大战役他都会御驾亲征。拉丁文中皇帝一词就是凯旋将军的意思，所以在古罗马人眼中，一身戎装才是皇帝最高贵的形象。那么在东方人眼中，最高贵的形象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组在西安唐代墓葬中出土的12生肖俑生动有趣，他们拟人化的装束告诉了我们答案。看他们穿什么衣服，这是宝衣博带呀。其实中国古代文官，你看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袖子是长的，为什么呢？他动作要舒缓呀，要儒雅呀，要文质彬彬呐。你看我们做这个12生肖，我们都会把它给塑造成一个文官的样子，这就说明在我们古人的这个认识世界里啊，文官的形象才是人们最喜欢的样子。古人为什么对文官的形象情有独钟呢？文官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唐代文官俑，你看，峨冠博带、
温文尔雅，连神态都那么安详。这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公务员呐。这些文官作为国家的管理阶层，饱读诗书，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管理智慧。我们中国地广人多，道德高尚而又经验丰富的文官，更能够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所以足智多谋的文官一向备受国家重用。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都崇尚文化，满腹经纶的文官形象已经逐渐成为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楷模。重武和崇文，从长安和罗马的雕塑上，我看到的是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治国理念，而这两种理念又塑造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伟大帝国。早春的西安逐渐开成了一个花花世界。在千年之前的大唐，这可是读书人最激动的季节，因为科举考试要放榜了。公元798年，就是在这个季节，27岁的白居易高中进士之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大雁塔。就在这座塔里，隐藏着许多读书人的秘密。孟老师，这是凝聚了1367年状元灵气的状元塔啊。状元塔，状元这个词儿源自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开创于隋朝，是国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举用官员的一项重要制度。盛唐时期，学子只要能科举中第，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当时长安城最高的建筑大雁塔上，流芳百世。文老师，雁塔题名就在这里面。这上面都是一些明朝嘉靖和正德年间的雁塔题名碑。然后这块碑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一句话，明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雁塔题名的意义就在这一行字里头了。对，最棒的那些人做的最得意的那件事儿，就是雁塔题名。在当时，所谓第一流人，就是这些能在这里刻下名字的人。无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经过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就能把名字刻在这里，入朝为官，光宗耀祖。如今被我们尊为师模的白居易也是这样步入仕途的。所以就是白居易那个孙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没错，其实这就是做官的前奏，只有中了进士了才能够做官，所以呢，这是为国家选出来的众望所归的官员。遗憾的是，当年白居易的题名因为年代久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雁塔题名鲜活地向我们展现了科举制的巨大活力，它打破了身份等级的界限，给了天下读书人通过公平竞争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雁塔就是读书人的前程之塔，而科举制也是目前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官吏选拔制度。中国古代的官员都是考出来的，那么古罗马的官员又是怎么来的呢？在罗马街头啊，我们到处都能看见 SPQR 这四个字母，什么意思呢？就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共同构造了罗马。那这个就是当年元老院的遗址啊。元老院，那元老们在这儿参政议政，当然还有一个重大的职能是在这儿选官。在古罗马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选拔官员始终是元老院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尽管每个时期的具体程序不尽相同，但有一个模式始终未变，那就是选举。很遗憾，
这座元老院遗址的内部正在装修，我无法看到里面的样子，但遥想当年能够走到里面的人，那可都是当时的风流人物。首先，竞选人必须在军中服役满十年，其次，他还必须拥有出众的演讲能力来表达政见，只有过了这两关，才能够取得参加竞选的资格。当踌躇满志的候选人顺着这条帝国大道来到选举现场时，等待他们的就是公民选举。此刻，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决定他们前途的是选票，只有获得法定票数，才能被元老院任用为官。这扇巨大的青铜门就是2000多年前元老院的大门。可以想象，当年走进这扇荣耀之门的人，肩负的是何等庄严的使命。选官就是为国家选择未来，是关乎国运的大事啊。前程之塔，命运之门，无论是科举还是选举，在实力和民意的考量中，东西方都发明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选官制度，它们承载着人类的政治文明，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个不一样的展厅，走进它，就仿佛走进了古人的生活。这个展厅啊，都是这样的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这就好比是将近2000年之前的老照片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些老照片上能看到些什么呢？这是赶牛犁地的农民，这里有很多乘车骑马的官员，还有手艺人和做买卖的，他们各司其职，安居乐业。我发现，原来古人是在画像砖上描绘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理想社会就包括了各行各业和谐相处。这种景象实际上就是当时一种社会形态的写照，它叫四民分业。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将广大平民以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百姓们子承父业，世守其职。在中国，四民分业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它只是一种职业分工，或者说身份分工。各种职业既相对固定，又能相互转化，这是我们中国意义上的四民社会。而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那么他们的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呢？这是罗马著名的斗兽场，很多学者把它比喻成古罗马社会的缩影。我能在其中发现古罗马的社会分层吗？走进这里，我就被它恢宏的气势所震撼。所有的游客都往下看，感受着当年血腥激烈的斗兽场面，而我的目标却在上面，这一层层的观众席才是我要探寻的重点。第二层，第三层，我这边还有一个第四层啊，我是没看明白这个结构呢。据说这里当年能够同时容纳8-9万名观众，那你坐在哪里，可不是自己能坐住的，更别以为花高价就能买到贵宾席。这里的每一层都代表一个阶级，你能坐在哪里跟钱没有关系，那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我就是想通过观众席来研究古罗马的社会分层，因为古罗马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体现在他们的管理智慧上。
他们把社会分成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几个阶层，通过皇帝和元老院分层管理，秩序井然。这种稳固的社会结构在古罗马帝国延续了1000多年，就像这坚如磐石的斗兽场。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里面太大了，我一直没分清观众席的排序方式，我还是先休息一下。首先找到自己应该从哪个底层券门入场，查过资料，我决定再往上走一层，高处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好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了。那所以现在我也都已经来到了2楼，那这个位置到底当时是什么人的位置呢？好，看看这个图，看这图就明白，这个像一对雀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皇帝这个位置，看，那就是那对雀，那对雀所在的位置就是皇帝的位置，当然周边还有他的大法官呐、元老院呐、大祭司啊等等，这都是属于同一个平面的。然后再往上走是贵族，然后贵族的再往上走就是平民啊，就是罗马公民，然后再往上走，哎，就是妇女啊、奴仆啊，其实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位置了。所以嘛，就是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不仅仅有血腥的斗兽，还有什么呢？还有社会分层，用建筑表达出来的社会分层，这就是一个一目了然的社会等级结构，这就是古罗马。今天的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古代把人分成3、6、9等的制度，但在当时，无论是中国的四民分业，还是罗马的等级制，都让两个帝国有了更明晰的治理思路，既充满活力，而又稳如磐石。